安天五哥，你不想笑都忍不住的气，把你内满级搞笑，天秀视频。OK， 首先来看第一个，只要角度找得准，再小的缝隙都能闪过去。那是不是我后面这里也能闪进去？你没事进去那里干嘛？就算那里也闪不进去，牛逼！火箭小子非常攻攻技巧，别人根本反应不过来。那我再来跟楼起步式钢牛也行。只要我反应够快，扑下去就只用慢维护。黑暗笼罩万物，我将是黑暗中最后的那道曙光。伊拉克，金色黑。啊，就这啊！看到没有？这不是有手就是。啊，这不有手就行吗？哎，我手嘞。看似简单的操作，实则却把帅气演绎的淋漓尽致。OK， 来看下一个。上次叫你们把老公介绍给我，到现在一个都没有。要不把你的兄弟介绍给我，否则今天谁也别想走。咦，我丢，这是谁家小可爱跑出来了？赶紧把他艾特出来，好吧？来看下一个。这是浓烈水能开吗？能，直接开。下水下水，不要过桥，去水下。啊！那你他妈要倒过来，那肯定还是开不了的。你他妈个闪炮啊！我真是他妈服了。啊，这水上能不能开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三炮还不止你一个。下一个，啊，我丢，帅倒是很帅，这个他喵的是斧头帮还是老六帮啊？把我整不会了，来看下一个。我丢，搞半天期待了个芥末，原以为他是要秀一波操作，没想到竟是倒头就睡，真的是太逊了。下一位。我丢，这个太帅了吧！